2023年陈毅系列感觉是一下到了非常意境的一个环境。踏入这一次的秀场，其实还是会有很多的一些艺术装置，包括一些巴洛克的洞窟的设计，还有很多花园的来自大自然的一些设计。地图的印花设计印象比较深刻，因为那一件是卫衣，还有一条浅色的牛仔裤廓形的设计是我平常会选择的。